找不到档案，太崩溃了。你也跟我去工作，当妈之后都在狂追小孩。妈妈来了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笑那个睫毛都掉了。早安，现在是1月19号的早上。今天照常理来说，大家都要补班补课，要上班上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早就带了小陶德的书包要去学校。结果嘞？结果没有要去。结果学校没有开门。幼稚园怎么放假？妈妈今天要上班呢，你放假，那你要跟我一起上班吗？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。那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出去玩啊。你要出去玩，可是我要上班怎么办？还是你可以陪我上班？我可以陪你上班。好，乖宝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吃早餐咯。我的是照烧鸡腿堡，然后小陶德他点了一个玉米三明治。我看一下你的玉米三明治，你的玉米在哪里？他的玉米煎在蛋里面了。这样蛮聪明的，这样才不会边吃边掉玉米。然后还有买了一个麦克鸡块，这是给狗狗的。这个，那个，我看看要不要帮你打开。要，可是我嫌你。东东，你先帮我买燕麦奶，然后送玩具。其实不是，小朋友根本就是只想要玩具，然后在那边挑玩具挑很久。啊？我们也有一个红豆燕麦跟燕麦薏仁奶。我喝喝看。好喝耶，甜甜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呢是小陶德的4岁生日，他一早呢就爬到我的床上跟我说，妈妈，我4岁了吗？你4岁了吗？然后呢，接着我们要去穿裤子，他就跟我说，我4岁了，这个裤子太小了，要穿鞋子。他就问我说，哪个鞋子是4岁穿的？然后就觉得旧鞋子都是3岁穿的，现在4岁要升级了，谁那么可爱？然后今天呢，晚一点，晚上我们会去爷爷奶奶家庆生，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吧。爷爷奶奶家很好玩哦。其实那个我们之前拍婚纱照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好那时候怀孕了，然后就偷懒，所以我们的婚纱照是在爷爷奶奶家拍的。那里还蛮漂亮的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看。好幸福的事哦，就是躺着吃早餐。奶奶干这个干，这个就是人干不坏人的。真的。爸爸睡着了是不是？嗯。好，那我去化妆喽。太崩溃了，在整理档案的时候呢，才发现我昨天拍的一个唇膏全试色影片，有一支唇膏我有拍也有录，可是找不到档案，可能是我忘记按下录影键。所以呢，我现在为了要补画面，我就要化妆成我昨天的样子，再重新补那一支唇膏的试色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来看我昨天到底妆是怎么化，然后手上带了些什么饰品配件，无缝接轨一下。马上出动！隐形眼镜呢是女神银眼的日抛，还好剩最后一副，现在完全空了。好，耳环也戴好了，我先化妆好了。好，先用湿底乳。粉底液昨天用的是植村秀的天生光圈钻石光粉底液，这一款的话呢，它的毛孔修饰效果、持妆度跟不暗沉的效果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好，我先上妆半脸。这款粉底液呢，它的一个毛孔修饰效果跟遮瑕表现，然后它的一个妆感服帖度，真的就像是天生皮肤很好这样。所以呢，如果说当镜头要拍比较特写的时候，我最近是还蛮喜欢使用这一款粉底液上妆的。好，这边是素颜。好，那这款粉底的话呢，我有拍一支实测的影片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几个小时之后它的妆容依旧完美的样子，然后有示范一款尾牙妆。好，那我继续化妆。水、美妆蛋，上完底妆之后呢，我会用喷湿的美妆蛋把眉毛稍微清干净，
等一下画眉彩才不会有底妆残留，然后另外像是鼻头的部分也会稍微按压，让妆容能够更服帖清透，比较不会有粉感。接着呢，眼周遮瑕，我今天用的呢是Pony 最新的这一款，它的遮瑕度算是很厚实的，可是我觉得遮的还蛮干净的，无缝接轨，不太会有卡粉或者是跟你原本的粉底液就是不搭的情况。接着呢，使用蜜粉定妆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地方，这样就会整个平整许多，看起来皮肤会比较平滑。眉胶色号我用的是 H Brown， 然后搭配 7B 的刷子，好，详细的画眉毛跟胶水我之前有拍一支影片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这个眉胶真的超级好用的，它画完的眉毛是这样子，非常的显色均匀。然后接着呢，我用的是 Benefit 蓝眉膏3号，然后只把它刷在眉头的地方，然后再用刚刚剩余的粉底液去修饰眉框，让眉毛变得更干净利落。昨天眼影呢，我用的是 Misha 的限定版的熊大，大地色系爱心，非常的可爱。那我用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就是它颜色也没有非常的特别，只是因为它是最新的，我刚好想要试试看，所以昨天就用它完妆，涂满整个眼窝。接着我用这一颗，然后接着呢，我用肤色这一个，然后打亮眉骨这边，然后呢，先用这个湿润的颜色涂在下眼睑的地方，增加一点闪亮感，然后同时涂在上眼皮，它会让眼妆有湿润感。我昨天还有多用这一颗，就是红棕色的亮片，把它细细的画在眼头的地方，再画眼线。哦，画完眼线差很多吼，眼线很重要。接着呢，因为我接睫毛，可是接睫毛每次到后来就会开始东倒西歪，所以我会用这个算是 Essence 的一个眉睫定型凝胶去梳理我的接的睫毛，让它变得更整齐，也更翘一点。有差很多吼。好，最后下睫毛。小桃德跟狗狗的玩很好笑哦，通常都是小桃德在那边追狗狗，狗狗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你们想看我化妆吗？还是想要看小桃德跟狗玩？哎呦，害我笑那个睫毛都掉了。腮红，我用 Benefit 的，先用粉色刷在颧骨下方，淡淡的就好了。它其实主要是拿来当修容用。我昨天应该是用这个倩碧小画的8号。刷在颧骨上方，一点点的带橘色调，然后它有一点亮片的光泽感，可以让妆容看起来很精致。好，腮红完成了，我先整理头发。好，那因为是日系轻熟女品牌的彩妆品，所以我就会尽量打扮得比较干净一点。我把头发扎一个马尾，但我不想要太工整，所以扎完马尾之后呢，我会再把发束抓出来，营造一点点乱乱的发流，刘海留多一点点，但是再把多余的塞一点在耳后，就可以有那种凌乱几根掉下来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是有空气感的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找出我遗漏档案的色号，找到了 RD02， 本来想要用其他的画面去补，就是不用重拍，可是因为 RD02 是他们的主打色，必须要完美。好，那我就现在好好的拍一下那个补的画面好了。如果你本身想要尝试一点成熟的红唇，可是又不想要以往我们看到那种红色唇膏这么的浮夸的话呢，这一款的樱桃色
就是一款可以让你的肤色变得更显白漂亮的红唇。耶、yeah, 拍完了。好啦，那我现在呢要赶紧把画面带到工作室去进行剪接咯，跟我一起去上班吧，走。你也跟我去工作。好，小桃都不想要跟我去工作，所以呢 Action 就很高兴的想要跟我去了，因为爸爸不能一打二，所以我一定要带一个出门。得啦，我们去工作。哇，天天气好好哦，一楼的布置有春节的感觉了耶。你看，好，我们出门，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，发现这个小时候爱吃的孔雀卷心酥推出了咖啡牛乳耶，他们两个合起来还可以变成一只孔雀的图案，很有趣哦。医生，你也想吃吗？狗狗不能吃。小时候都还会把这个丢到冰箱里面，冰过之后更好吃。你要闻闻看吗？鼻子动动动，不好吃，对不对？黑黑你不叫我。我先吃了饼干，再喝牛奶，就没有什么味道了耶。它大概只有它的一半以下，因为这个是浓咖啡口味，所以这个其实不会太甜，嗯，还不错。不然我很怕说两个味道一样。好，欢迎我们的 Action 剪接师，李炫。你在瞧个好位置睡觉是不是？好，过来。这是一款非常自然清新的粉裸色调。你就喜欢按电梯了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, ！我拿着地的耶！ Yeah. 我们要去公园。没有地毯吗？当妈之后都在狂追小孩。医生，哎呦，你被绑住了啦！就开心哦！噔噔，哇，妈妈来啦！哇，小桃子要你演过水，你在画画是不是？是金刚狼的爪子吗？那我改好多脚印。你的脚印？谁还会踩刹车？妈妈今天穿球鞋，不能进去陪你玩。刚刚呢，爸爸本来问小桃德说，要不要去台北看展览？结果小桃德说他要去公园，好吧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就带他出来走走。没想到小孩真容易满足呢，一滩水，一个阶梯，他都可以玩得很开心。所以，他的生日就这么平凡，可是他觉得开心就好喽。那稍晚的话呢，我们就去爷爷奶奶家庆生喽。之前呢，爸爸有买过这一瓶运动汽水，我觉得味道还蛮好喝，小桃德也很喜欢，所以我现在就买了这一瓶。小桃德现在在后面的溜滑梯，跟一群小朋友在追来追去。好喝吗？六点半了，我们要去奶奶家吃晚餐。可是小桃德睡着了。怎么办？小桃德不起床，我们怎么去奶奶家？哎，雪娜，你在撒什么娇装可爱？你做什么呢？你没有要去，你没有要去。小桃德还没睡觉，我要到奶奶家了。
进门就都是小桃德的照片啊，奶奶买了气球，哇 ，Happy Birthday！这边还有小小兵，不知道小桃德看到会有什么反应？小桃德起床了吗？小桃德起床了吗？嗯，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好高，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谁睡眼惺忪？他是谁呀？姐的。怎么很厉害？太困了，还没睡午觉。啊，还在打呵欠。嗯。小可爱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吃饭了哦。你有肚子饿吗？有。有肚子饿了哦。那我去帮你弄饭好不好？不要。你不是肚子饿？哎呦。那你要吃什么？你是不是要给谁呀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高雄艺大世界，然后住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就是 Super Wings 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爷爷奶奶有看到，所以他觉得你很喜欢 Super Wings， 就买了一个杰特给你。有没有很棒？杰特的气球，等一下去打他好不好？我们来打他，打他，吃饱饭我们去打他，出发吃饭。虾仁，这个草莓好，海瓜子，有点拍照，水果，生蛋，鱼，木瓜，草莓好丰盛哦。你有没有看到桌上有一个你很想要吃的东西？蛋莓蛋糕，草莓。昨天跟我说他想要蛋糕上面有草莓。还有巧克力，还有巧克力哦。那你是不是玩具了，小桃灯的生日礼物，火车过山洞吧。那台高铁呢？是小桃灯的生日礼物，爷爷奶奶买给他的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哇，这是什么大直升机？看起来高铁好像比较好玩，他不理直升机耶。好啦，直升机你就继续在这里咯。这是谁呀？转机甲。你看知道哪一个打字？有吗？他打胡子。长胡子哦。他在灭火。他在灭火，这么厉害、哦、你看大我。哇，你真是太有想象力了吧。这是水果千层蛋糕。哎呦，你点燃耶。哇，这边。哎呀，好厉害，点燃了耶。小心，对不对？摆正常。等一下，还没开始，我们要唱歌。祝生日快乐！完蛋了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生日快乐！再次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许个愿，你说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很好，爷爷的病都已经好了。希望你长高，对不对？你还希望？哎呦，耶！耶！那我等不及了啦！好，哎呦哎呦，就是你的分地，谁敢吃啊？哎呦，都流汗了，全部湿了，整个都是我的。要拿个毛巾呢、啊。我想要这个水果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啊！派水果蛋糕，我看看好不好吃。你跟镜头说好不好吃？好耶！有没有很甜？有没有赞？啊赞！杰特给你吃，给杰特吃哦，你自己吃就好了啦。好好吃哦！杰克咋了？酷耶！去！从上面看。酷啦！耶！杰特翻跟头，我翻的翻跟头好帅呀！对呀，你好厉害哦！你第一个过。
谢谢爷爷奶奶帮你庆生，就会打开了。对呀，哎呀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现在最高兴了，最高兴了。来搬一搬跟走。哎，雪爸气球。哎，雪你爸爸，哎，雪你爸爸。哇，晚上十点多，终于到家了。哎，仙奈，你咬着玩具要人家陪你玩吗？哎呦，呀，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记录。而且啊，我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 po， 就是小桃德是今天生日，好多配宝也是同一天生日哦。哇，1月19号真是一个好日子。好了，那就祝大家今年的生日都生日快乐，耶！小桃德来，你要不要说什么？你四岁了，我记住你还有节日，耶、！小桃德四岁生日快乐，哇哇哇哇哇！你们现在变好肥了，不对，啊！小桃德，你这样对吗？有什么在我身上啦？呀呀呀！我要洗澡了。